然后这首歌我学的是为了台南，就是说台南是 alright， 台南是都 OK。可是我来台南的时候，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。我想过非常的无聊的地方都没有。可是这是25年前，现在台南改变蛮多。美女看起来跟美女，以前的时候看起来跟魔鬼一样，穿的衣服好奇怪了，现在跟差不多台北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的朋友他有很多的美女朋友，他需要，因为我一直把他的美女，我们同一个美女就看一直我，对不对？你看你一直看我，我比较帅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不接受吗？Sorry, I have no money. You give me money, I have my honey. 没有 money, 没有 honey. OK, 这首歌叫 Alright. 我必须改变一下，然后你们回去休息。C 调。刚刚是第一啊，刚刚有骰子吗？关婷，在路上有骰子，很多折吗？啊，受不了了，嗯。你们从哪里来？从台南。哦，台南人，对。现在我给你们唱作文，因为
今天这次全部的表演，还有吴先生，你害怕笑什么？因为我害怕是餐厨人员不能休息，因为我太大声了，还没开，因为。